大家好，我是阿勋，今天又过来收网了，看看台风过后有什么疑惑没有。哇，怎么说？哇，给断下来了。哦，这里有几百斤啊。说不准，肯定得几百斤的。我，哎，来，我就拔起，拔起。哎呀！哎呀！先固定一下，看这么多耶！啊，躲下，躲下！好吧。啊，先收起来。哦，虾什么都有，皮皮虾。嗯，好大，这个大，特大了。这个可能得三两了。哎呦，可能不止，还不止三两。嗯，枪鱼苗。哎呀，那小的枪鱼苗嘛，这个可以养的。感觉这一碗都快缺氧了，啊，都跑出来了，哇！哦，不能全收，得一点一点慢慢收。哦，里边还有很多虾，就这个我们叫箭头鱼啊，它的头跟箭一样啊，就我们本地的就叫箭头鱼，有的也叫牛尾巴嘛。它是在地面上的比仔鱼，这里边有大的啊，它长大就这个样子了，这个比仔看到没，这么大大螃蟹。
感觉有点小的就放了吧。有点小。有点小的就放了吧。全放回去了。两条笛仔鱼很大的，颜色很漂亮。这个吃的时候要扒掉皮的，品种是一样的，这些品种都是一样的。只是它有时候它会变的嘛，它一会它就变黑了，一会就变这种颜色。皮虾，大皮皮虾，一条是青鲈鱼的，青鲈鱼苗，这个要养起来的。还有很多这个九节虾，看到没？两三斤了。喜欢赶海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